真够烦的，既然决定保持现状啊，我搁咧想啥啦？哎，燕婷，你哪来？是，我想讲阿布拉桑要等去新加坡啊，你应该心情无好，所以过来陪你啊。真正就了解我，刚才有你，阿老王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做才好。嗯。你是不是想要去桑阿布拉桑啊？这嘛，让你约到啊？那你还搁咧丢丢啥？我是感觉怪怪啊。我看到伊要甲伊讲啥，啊，敢要让伊飞去伊心？哎呦，伊飞起人的个性吼，就是安尼大咧咧，伊袂想甲遐去啦。你想想这啊，伊等到吼看到你去就欢喜的。 安尼我看到伊，我要讲啥？你唔免讲啥，阿布阿婶敢看到你去吼，我心内一定就足欢喜。啊，不过我哪有一种，敢若伫阮爸妈背后偷偷做歹代志的感觉？光棍，虽然讲你甲阿布阿婶无熟人，但是伊嘛是你的爸爸，啊人嘛对你真好，啊敢讲你有法度甲当作无熟识哦？讲实在，是真困难的啊。 安尼就对啊！你想看卖哦，卡叔公今仔话做是乐仙阿姨，还是阮大姑姑阿要出远门，你敢咪想要啥？所以啊，follow your heart， 哈，有时候想太多未必是件好事。你讲了无唔对咧，安尼我即摆就去甲伊送，好。嗯，就是你较紧哦，时间可以袂袂晚。 啊，你紧嘞，行啦，紧嘞！啊，你有咩开物件哦？阿伯呐，行啦！爸，啊，今麦咧落雨，咱伫只等一下，车来才出去。啊，你真正要回去新加坡，要留伫台湾？爸爸已经来台湾真久啊，你嘛知影。 我新加坡有真侪事业，等我回去，把代志处理好，我就回来。啊？无，我送你去机场。唔免啦，你送我去机场，一个人回来，我颠倒烦恼。你即马，对卢卡斯的做工课，你是唔通一工到下个会过去知影无？你放心，我即马甲伊的关系足好，唔然安怎伊向向想通啊，甲我当作好妹妹咧看待。 会当互家己偶像，都真美美，我。安尼你嘛会当甲卢卡斯当做家己的大兄共款啊，对无？伊是我偶像，我对伊拢足好诶。啊，你家己住伫迄遮，若是有啥物需要斗相共诶所在，你会当找恁阿边阿姨，伊是一个真好、搁真热心诶人。阿边阿姨。 亲像伊这么好的查某人，你拢唔动心，我实在唔知你要选择。看起来，卢卡斯是袂来啊。爸，是不是阿边阿姨无来送伊？你监控，你想要？ 陆叔叔，他帮你了哦，陆叔叔，你，我来送你啊！想袂到你会来，会记你家你的头壳顾好，祝你早日康复。不用心，我会，而且我嘛会甲一菲照顾好。我听讲。 你设计的衣服去法国参展，预祝你得大奖。你知影这个代志哦，好，我会加油的，多谢。啊，你无用了，紧转来，我会传好料等你。
等一下，恁两个什么时阵关系这么好？啊，你去甲伊冷掉，我是你到家，你要离开，你拢无甲我冷无？你也参照亲兄妹仔同款，互相照顾生活。袁先生。没了，我真紧就回来。你什么时候跟我爸关系这么好？伊去甲你揽掉，我是恁查囝嘞，你拢唔睬我，恁两个有问题。安怎？正错？嗯？你想想这啊啦，阿姨本来就是你的爸爸，我嘛会答应，我会好好甲你照顾，嗯？卢卡斯，你好，你家阿伯笑甲蛮欢喜个。你即摆想讲咱家无啥遗憾吗？啊，恁是咧讲啥物悄悄话？我嘛要听。啊，就是悄悄话，袂得好你知影。好啦，时间差不多，咱个要回去上班呢。助理妹妹。设计师哥哥，敢是阮爸无伫，你想要甲我考倒？无你那这种表情。你哪会当安尼讲啦？你是我的小妹，啊，甲哥哥斗相共是应该啊，对吧？原来哥这种骨骨，我连叫哥哥太不合适。嘿，我甲你讲，即马反悔哦，已经袂赴啊，袂赴啊，袂赴啊，袂赴啊。欧巴。